新一纯爱组的特色呢，就是网罗了所有你最喜欢的歌手、乐团、音乐领域工作者，呈现他们最真实的样子给所有热爱音乐的听众朋友们。哎，那口塞，你追星的时候有没有做过什么最疯狂的举动啊？是没有啦，因为我很穷啊，没有能力追星。哎，但是我曾经以为自己是明星过哎。哎，我也会耶，我以前都以为我是小 Taylor Swift 哎。小 Taylor Swift， 你就算了吧。这边呢，我们会整的以下四点，如果四点里面中了三点，那你呢，想必也是曾经拥有星梦的男孩女孩。第一点，对着镜子唱歌，星梦程度两颗星。我以前啊，都还会学蔡依林唱歌，结果被我爸看到，超级尴尬。哎，啊，那你都唱蔡依林的什么歌啊？就类似日不落之类的，不要再讲了啦，会透露出我的年纪。但对着镜子唱歌的话，其实我不会。可是我会边洗澡边唱歌，哎，这就是第二点，星梦程度三颗星。你该不会还把莲蓬头当成麦克风吧？啊？你怎么知道？对啊，所以我每次洗澡都会超过一个小时，这还真的不是我特别爱干净，哎。哎，那我想到第三点，学韩团舞蹈 cover， 这个有吧？星梦程度四颗星。哎，那你都 cover 谁的舞蹈啊？How you like that？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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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啦，我都跳少女时代，而且啊，我小时候还会自己上网找那种镜面的舞蹈版本，还有空耳歌词，假装很专业哦，架手机录音，后来才发现自己跳的其实超难看，重点是我还是边唱边跳的那一种哎、欸。哇，那口塞你真的很有星梦哎。那最后一点你有吗？用 IG 开直播，以为自己是直播主。如果有的话，那你的星梦程度就爆表了欸。我去年疫情的时候有开 IG 直播自弹自唱，但收看人数就大概两个。重点是呢，那两个人还是被我亲了，所以才留下来看的。那你那时候直播还有什么内容啊？我朋友有举办一个说笑话大赛，然后我们就在直播里面互相 PK 冷笑话，轮流讲那种。然后那个收看人数还比我拿吉他自弹自唱还要高。欸，那我一直有在想啊，如果我想要成为直播主的话，到底要怎么开始起步啊？我知道有很多直播平台，但是不知道第一步要怎么做。哎，这种事本来就是万事起头难啊，但我可以推荐你一家公司，叫做创新娱乐。创新娱乐，是不是之前有跟存在音乐合作过啊？没错，创新娱乐成立于2018年，以直播为核心。每位经纪人皆有丰富的直播经验及实力坚强的直播能力，将自己的经验用心教导照顾旗下主播，全力协助主播在直播上的成长与直播规划建议，秉持着诚信、尊重、双赢的经营理念，提供伙伴建立个人品牌、直播方向与信心，颠覆一般大众对直播有不好的印象作为使命，而且杜绝色情，以干净并最纯粹的心态去做直播，走出与他人不一样的正确道路。去年存在音乐举办了培育出道偶像的偶像培训营，就有许多创新娱乐的直播主来参加，不仅接受舞蹈、歌唱训练，还有妆发及个人照拍摄，收获满满呢。而创新娱乐公司服务内容包括影音播音人员、主持人、模特儿、新秀艺人培训、个人形象包装与顾问、活动公关、展场促销活动之企划及执行。哎哎，那创新娱乐有跟什么平台合作吗？我知道有17 Life 还有浪 Life。 没错，你有做功课耶。创新娱乐目前配合的平台有17 Life、 浪 Life、 Up Life、 Bigo Life、 欢歌 APP， 还有啊 Wave 声音直播、浪 Life 声音直播等等平台。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也可以搜寻创新娱乐相关的社群媒体哦。只需要一只手机或平板，就有机会创造自己的价值，让世界看见自己的演出。欢迎优秀的朋友一起加入创新娱乐大家庭。世上美好的光景全都因你而存在，请相信意外不会一直来。藏在爱里面的好与坏，甜得让人醒不来。你的眉眼，你的笑，新一传爱组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cosine。
在音乐的世界里，不论是 on stage 还是 off stage 都很精彩。让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大来宾艾薇。Hello， 艾薇。Hello， 大家好 ，cosine 好，我是艾薇。对，那艾薇最近发布了一首新歌嘛，叫做《悲伤的五个步骤》。对对，那这个《悲伤的五个步骤》呢，是在讲关于悲伤的五阶段。对，那在网络上呢，我稍微查了一下，就是他们说面对悲伤呢，人总共会分成五个阶段。首先第一个是否认跟隔离，就是当你面对你的挫折或者悲伤的时候，你首先你可能会想说，那这不可能是真的，这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怎么会他怎么会跟我提分手呢？对，这样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呢是愤怒，就会很生气，可能是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他怎么会说这种话。对，这是第二个阶段。那接下来呢就会到第三个阶段，是讨价还价，就可能会想说啊，那如果我当初少说一点话，是不是事情就不会变成这样啊，如果我再怎么样的话，会不会就怎么样呢，就是会有这种疑问，或者说哎，那我当初是不是不应该做什么，这样。对，那接下来呢之后呢就会到了沮丧的这个阶段。那在沮丧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觉得说就是可能会有点自暴自弃，就是说哎，我好像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什么事情都做不到啊，我干脆就算了，放弃掉好了，就是我们觉得是这是最低谷的一个部分。对，那到最后呢，就是如果有人度过了沮丧，就会到最后一个部分是接受，最后就是 accept 这一切，就想说啊，好啦，我可能要 move on， 或者说对，这就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那我这样讲 OK 吗？我觉得你解释的超好，比我在宣传上节目宣传的时候解释的更好。因为我是上网查了很多，这样，然后就一直在看这悲伤的五个阶段。我好想把这段过后给我，然后以后我宣传就播这段就好。好，就把这段剪下来直接用，这样。对，解释超好了。那这五段里面，艾薇你自己有觉得这五个步骤里面哪一个步骤是你觉得最难度过的吗？我觉得对我自己或者普通对大家来讲应该都是沮丧最难熬。对，很多人都是因为太伤心，然后走不下去，然后就停在那里了，这样子。所以其实也是想要做这首歌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可以走到最后接受的那个阶段。对，就是从沮丧到接受这个过渡期应该是最难度过的。对对对对对。那艾薇自己有就是生活中遇到过就是这种要面临这五个阶段的事情或经历吗？其实蛮多的耶，蛮多，因为人不可能每天都是很开心的，一定还是会有悲伤的时候。然后其实我觉得最多的是可能是关于家人吧，家人跟自己的身体这样子。那当初有觉得沮丧这个部分很难度过吗？真的很难度过，然后因为我就是属于那种不太遇到事情不太喜欢跟人家讲的人，喜欢自己撑过去。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不想让家人担心。对，所以我都是沮丧的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闷在家，然后不开心，然后难过，然后可能会跟我的狗狗讲吧。对对对 对, 对，然后哭了一下，然后就过去。哦，对，所以你面对沮丧的方法就是可能就是跟狗狗宣泄，或者是就是自己就是哭一下，然后在房间里关着自己关一下，这样就可以度过了。对，就是因为我觉得还是必须要消化掉那个东西，因为你必须消化了，你才可以继续走下一步。因为如果你一直停在那里的话，你把自己一直关在一个地方，然后那你就不会再进步，也不会尝试新的东西的。那为什么当初会想要以这个理论作为这首歌的发想啊？其实因为我制作人他其实看到有这个心理学，就是原来人悲伤是有五个阶段的。所以其实在这首歌之前，其实我不知道原来人悲伤是有五个阶段的。因为对我自己来讲，我的悲伤的阶段好像只有愤怒、愤怒、沮丧，愤怒、沮丧就没了。然后其实我收到制作人的这个的时候，我才是哦，然后我才上网查，原来真的是这样。就是我在没有听你的那首新歌之前，我也不知道原来悲伤有五个阶段。对，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对 对, 對，我的印象之中也只有生气，就是好生气，好生气哦，然后就开始哭这样。对，然后就不知道原来是心理层面是会这样子去分别的。对，那艾薇你觉得就是在你发布这几首新歌跟你之前的那张爱那张专辑里面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吗？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可能是因为这次是 one take， 所以练习的时候
用了更多的时间来揣摩自己的声音。嗯，对，因为如果是在通常在录音室的话，我可以唱好多遍，用不同的口气。可是因为这个是 one take， 所以我必须要自己抓一个我最好听的口气、最好听的声音、最好听的表情，先设定好，然后到场的时候再唱。我觉得这个是最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也是因为可能是 one take 的原因，然后觉得自己在这首歌有一点像是一个storyteller， 就是说故事的人。对对对对对，就是跟以往在录音室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你在 live session 的时候有遇到什么困难吗？哦，遇到超多。对，遇到很多困难。就是我制作人、导演大家都快疯掉，因为最大的困难是小鸟的叫声啊，它会不定时的突然出来叫，然后会一直收到那个音，对，会录进去，然后还有机车的声音啊，然后风啊，其实最困难都是来自于环境声音、环境音造成的那个。对， 对， 对，那这样会录多久啊？就是我们应该录了大概十遍这样子吧，差不多一个下午。那当初为什么会想要用 one take 的方式？是觉得这样比较能够表达最真实的情感吗？其实是有一天我去试唱，去公司试唱，然后制作人叫我唱一遍，然后我唱完过后我出来，然后他就说我觉得你 one take 就是中间没有断，这样从头录到尾就已经可以达到他觉得的很好的一个成品了、对，所以他就讲我想要让你试 one take 这个东西。然后对，然后我那时听到我是感觉蛮有趣的，很新奇，因为很少人做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好，那我想挑战看看。就是确实是蛮特别的。那刚刚讲到悲伤的五个步骤嘛，嗯，那因为之前有看到新闻，就是说艾薇你以前是啦啦队成员，然后那时候但是你有受了一点伤，对，就是在练习的过程中，所以才会有失重前幸福这首歌。嗯嗯，那就蛮想知道，如果说面对悲伤有五个步骤，那如果面对恐惧，有没有属于爱为自己的五个步骤？我的恐惧哦，其实对恐惧还好，就是可能我怕的东西我虽然会怕，可是我还是会硬着头皮做。对，可是如果是讲就是那时受伤的话，我觉得也有悲伤五个步骤，因为那时一摔下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啊，不可能吧，怎么可能会要缝针，不可能啊，我不要缝针，这样子。然后就到愤怒，就是啊，我为什么会这样，我为什么会不转快一点什么这样子。然后讨价还价，就是我那时躺在病床的时候，我一直祷告，一直跟上天讲啊，你不给我缝针的话我就不跳啦啦队的，我就不跳了，这样子。然后就到沮丧，就是缝完针出来的时候就觉得一直觉得自己很丑，然后就到最后接受的那个阶段，就是我觉得哎，其实这个疤痕在我的脸上是很帅很酷的。对，这样子。而且后来就是你在那个森林之王里面就是也有表演嘛。对，所以那时候已经就是完全克服了可能有点巨高的。还没完全克服，但是因为可能那时是因为有另外一个压力在吧，就是因为我不想要我们的团输。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不想要为我的团队拿下分数，所以那时就硬着头皮上这样子。对，那所以艾薇其实是很擅长运动啊，因为我有看到你有在全明星运动会3里面。对，然后就想知道说，那运动跟音乐对你来说有什么连结吗？就是他们是会相互影响的吗？相互影响我觉得其实不会耶，因为其实唱歌需要肺活量。然后因为我蛮多歌曲是就是爆发，对，或者是要唱跳，所以运动其实蛮重要的，对气息控制的方面。像其实我参加全明星运动会后的第一个大型的演出是 KKBOX 的那个风云榜那个。然后其实我那一场演出过后，其实蛮多朋友都跟我说觉得我甘蔗白白的那首唱跳比以前好很多，进步了。对，他们就觉得应该是因为我去全明星运动会然后运动的关系，有差别。就还是有差这样。对，那在全明星里面有没有最想就是挑战的一项运动，就觉得最挑战最好玩的这样？最挑战最好，哇，太多运动了。对，太多运动了。哇，如果要选一个的话，
选哇跳远吗？应该哇太多了，因为我喜欢的，因为接触就是进了全明星，接触了很多新的运动，所以变喜欢的东西变多了。像以前我没有接触过排球，我也没有想过我会喜欢，对，然后是进了然后才喜欢，或者是像飞靶。射箭，射箭这种以前没有碰过的东西，就来这边尝试之后就觉得，哎、欸，其实还蛮新奇的，對對對對對，很想试试看。嗯那在全明星运动会里面有没有什么，就是哪一个选手，其他的选手是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印象很深刻，我觉得深刻，我觉得是翔哥吧。翔哥，对，因 为什么？哦，翔哥就是我觉得蛮扯的，就是就是他是前辈嘛，可是他几乎。對對對没有看过他在场上累的时候，而且他几乎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就是手指都有长有短，就是会有厉害的项目跟不厉害，可是翔哥是几乎每一项都是很厉害的啊、哦，所以不止体力好，然后又就是都很精通的。对对，翔哥真是很强，真是全能，而且又很 man。又很 man 的吸引力爆棚，这样对对对对，听到艾薇突然变得非常兴奋。那因为你跟红队的那个感情很好嘛，我就会想说，然后艾薇又是来自马来西亚，那你能不能用一样马来西亚的食物来形容你的红队？这样，就你们的感情，或者是你觉得你们相处起来的感觉？我觉得不要讲感情好了，我讲在场上的感觉。我觉得我们红队像是，猪肉粉，猪肉粉，猪肉粉是一个清汤的河粉。但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红队在场上没有给大家觉得很冲或者是很辛辣的感觉。对。可是其实喝一口那个汤，那个味道是很足的。就是其实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很努力很认真这样子。对对对。那为你对于小火球这个绰号怎么想？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适合的吗？是在好像是在第一刚开始分队的时候吧，然后是果果突然间有这个想法，他就艾薇，我们叫你小火球好不好？我就好啊，好啊，好啊。那你觉得这个就是绰号还蛮适合你的吗？对啊，我觉得蛮适合，因为我就是全明星那么多季以来也加第四季啊，我就是最矮的，所以我觉得小就是很适合。然后火刚好就是我们 Red Fire 就是火嘛，所以我觉得也是很适合。然后球很有冲劲的感觉，对对对，所以我蛮喜欢的。那你有特别喜欢的运动员吗？或者是任何一个运动漫画的角色或什么之类的？运动员，我觉得那应该就是李宗伟吧，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羽球选手。对，就是从以前就很崇拜他。从小就是他几乎参加的每个比赛，我和爸爸都会坐在电视前支持他的那种。那他有带给你什么样子的启发吗？就你在看他比赛的过程？我觉得最让我感动，也应该是说让所有马来西亚人都很感动的是，因为他拿了三次 Olympics 的第二名。对对对，所以如果照理来讲，一个人连续拿了两年第二名，应该会很想放弃。对，就觉得说好多对都 reach 不到那个阶段。对，而且因为对手都是一样的人，一定会很压力，就是我已经输给他两年了，我又要对他这样。对，所以我觉得他的内心真的很强大，很强大。哦，心理素质很强。对对对对对。因为艾薇之前也是那个，你之前也是啦啦队的教练嘛，他就蛮想好奇的是，你觉得要怎么当一个领导者？因为像你在森林之王也是有时候要跟别人一起合作什么的，那你觉得当一个领导者最需要具备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我觉得当教练或者是队长。因为其实我是体操和芭蕾教练，对，然后啦啦队是先当队长，然后等长大了才当教练。我觉得当一个教练 的特质应该是说要首先要有那个气场吧。对，因为如果你没有那个气场在的话，可能学生们或者学弟妹们就不会听你的话，或者听你的意见。所以要先把一个样子摆出来的这种感觉吗？对，我自己觉得啦。然后再来就是要有就是会分析的
头脑。嗯嗯，对对，像其实因为我教课，我的学生的年龄层都不一样，对，然后我就要分析每个年龄层的学生该怎么教，嗯，然后再加上每个学生的性格也不一样，对，有一些你必须要凶他，他才做得很好，对，有一些是你必须要称赞他。哦，他才会往，才有动力往前。对，就是每个学生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分析这个也蛮重要的。嗯，那你觉得如果像我这种，因为我个性就比较优柔寡断一点，优柔寡断是什么？就是比较难，就是像你说一开始就很有气场什么，就是别人说什么就好 ，OK OK OK。那像这样的话，会适合当一个领导者吗？我觉得你先学会拒绝。啊，先学会拒绝。对，你是不是会排斥拒绝人家？对，我以前也是这样，可是过后我慢慢觉得，当你一直不拒绝，人家就会一直爬在你头上，就是一直越陷越陷这样子。对对对，可是我觉得你这种领导者的话，下面的人会很喜欢你，因为他们会觉得你很亲近。哦，对对对，我好感动，突然被鼓励到了。对，那如果说今天你的团队，然后是可能他们刚输了一场比赛或什么，或者练习状态很差，那你会用什么方式去鼓励他们？首先我会觉得输真的不代表一切，嗯，你一场比赛输不代表你所有的比赛都会输。对，就是人 OK， 就我们拿天来讲好了，不是每一天都是星期天。嗯，还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就是不可能你每一天都可以拿冠军。哦，对，对，就像不可能每天都放假很开心一样的感觉。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会就我以往的经历都是因为我都会录下来学生比赛或者就是考试的影片。哦，然后我们都会坐下来就是分析一下，哎，你哪里做不好，那我们就从做不好的地方可能罚做个20次什么这样，让自己更可以肌肉记忆一点，一上场就可以做到这个动作这样。嗯，哦，所以提前就事前准备也很重要，就是从失败中学习。嗯，没错，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对，那因为刚刚有讲到，就是艾薇还有参加森林之王嘛。嗯，那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去参加森林之王？其实参加森林之王前，我在马来西亚有参加很多很多的比赛。哦，对，然后就。已经到我不知道我下一步还可以怎么做了。哦，对，然后刚好就看到森林之王第一季，嗯，然后我就觉得哎，蛮想参加的，然后那么刚巧的第二季在马来西亚有海选。哦，然后我就去参加 了。对，我就在想去拼拼看，如果可能得到好成绩的可以来这里再参加这样子。其实目的最后就是我最想要的目的，其实就是想要让更多的人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这样子。嗯，那当初在马来西亚就是一直这样参加比赛，然后会觉得很挫折嘛，就觉得好像一直比，然后可是都没有什么成绩吗，或者什么样的感觉？嗯，可能其实也没有到挫折，只是会觉得为什么我一直等不到这个机会。会迷茫，是不是我还不够好，或者是老天觉得我不适合吃这行饭。哦，这样子。对对对，所以森林之王带给你最大的转变是什么？就是我可能不是指的是，我不是指那种大家可以看到你这种，而是说你觉得你的心态上或心灵上有没有什么最大的变化？我觉得心态最大的变化，我觉得是从一个素人到变成一个出道艺人吧。哦，就是跟以前差蛮多的。嗯，对对，就是不管是在讲话上啊，还是表演上啊，还是装扮上啊，就任何的东西都跟素人的时候差蛮多的，也用了一段时间来适应。嗯，哦，就是要学会转换自己的身份那种感觉。对对对对对。哦，嗯，那你觉得当素人跟成为一个偶像有什么觉得自己最不能适应的地方？最不能适应哦。对。最不能适应哦，被大家关注吗？还是可能是就是艺人的话，做所有东西都会被放大这个事情吧。对，这个可能比较难适应，但没有办法，就是走这条路了，就要承受这样子。必须得要，就是可能你讲什么话或者你做什么举动都要特别特别小心的这种感觉。对对对对对。嗯，那当初在森林之王的时候，因为刚刚有讲到你有很多表演嘛，那除了你自己的表演之外，有没有哪一个选手的歌是你觉得啊，其实你也很想挑战看看的这种，或是你觉得可能不是你的风格，但是你想要试试看？嗯，现在想得起来吗？嗯，
其实就是我在整个《神隐之王》第二季被就是真的燃起我的那个哦，这个人哇，很是我的一个威胁，是乌菲的 For Art。哦，我有听，那次好炸，就是而且因为这首歌就是 old school rap，就是我没有完全没有接触过的，然后我觉得其实因为我的歌像可能甘蔗白白有 rap， 可是就是可能一点点一个 pre chorus 这样一点，可是我还没尝试过整首 rap 的，不知道如果我这样子做的话会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样子的形态，对，可是因为你在森林之王里面像是你可能有周杰伦的龙卷风或是李佳薇五月天的歌都有盛夏光年，那你当初是怎么挑选这些歌，是你觉得你喜欢这些歌还是你觉得这些歌适合你唱？其实我因为我以前参加过太多比赛了，所以我会选就是我觉得可以发挥到我的实力的歌，就是我觉得我唱这首的话会不会让大家吓到，或者会不会让大家惊艳，对对对对。然后其实我们那时节目的制作人也会参与跟我们一起讨论选歌啊，对，到后半段吧，就是前半段的时候可能都是选手自己选，我啦我是自己选，然后到后半段的时候可能到半决赛的时候吧，制作人就会加入一起，然后我就会提出我想唱的歌，然后他也会给意见这样。对，因为感觉到后面的时候考虑的东西会更全面，就可能还要考虑到舞台的呈现，对对对对对，或者是跟整个节目的氛围搭配之类的，对，那就是我自己好奇想偷偷问，就是你有这么多表演然后又上比赛什么之类的或者上节目，那有没有哪一次的表演是你觉得其实真的超级荒唐或是很惊险但台下观众可能不知道，但你自己在台上可能觉得很荒谬或者是觉得啊好很臭啊之类的，有发生过这种小意外吗？在森林之王好像没有耶，没有没有很意外或者是很惊险的时刻，只是有很紧张的时刻，就是我跳啦啦队的那集，对，因为其实我们歌手就是上舞台我们都会戴 earmo 戴耳机，对对对，然后我们会有一个东西卡在我们的裤子那里，然后但我们因为我跳啦啦队我要被抛上去，然后我们在彩排的时候其实有掉出来，就是我的耳机跟那个机器就是松开了，分开，对，然后我的耳朵里面听不到东西，然后所以其实在我们比赛前的时候贴了超多胶带，超多，就是很怕你到时候出什么意外，对，超怕它松掉，所以粘了大概十片胶带在我的裤子跟那个机器上，就是贴着不要让它掉下来这样子。那你那时候在练习抛的时候有发生什么意外吗？没有没有，蛮顺利的，因为底层都是就是我熟悉的一些人帮助你的人，对，这样的。只是那时就是在彩排掉了一次过后，我就跟我自己讲，好，如果比赛当天真的掉的话，那我就拔掉耳机丢在旁边就算了，不管了，这样，对对对对。可是这样如果拔掉的话是完全听不到自己的声音，那个监听是听不到的，是这个意思吗？就拔掉的话可能我就要听就是外面喇叭现场的声音这样子，对，但反正那时候已经想好，如果真的这样的话你就不管了，这样，对，已经想好最坏的打算，对，直接用破釜沉舟的决心。 OK， 那因为刚刚有讲到你怎么选歌嘛，那你最近也开始出，就是除了上张专辑《爱》之外，就是最近也开始陆续发布一些歌。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因为你有跟刚刚讲到的吴飞，就是有一起创作了一首歌是《起点》，一起合唱一首歌啊，对，然后那首歌是吴飞的自创曲嘛，这样，对，他的创作，那就是觉得说，那跟吴飞这样合作，有跟以往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不一样的感受。因为你之前也有跟艾文嘛，也是森林之王的选手一起合作 Be Alright 这样，那就觉得说跟艾文合作跟吴飞合作他们也都是 rapper， 那这样有什么你觉得比较不同的地方？我觉得蛮大不同的，因为 Be Alright 的时候我还不算出道，而且那一首歌我们是总决赛后第二天就直接录，就直接录了。对，然后这首歌隔了从森林之王隔了三年，就是我已经离比赛离选手这个身份三年了，有点，然后也出道一年多了这样子，所以可能会有比较多的想法，会比较，因为可能以前好 Be Alright 的时候，我进去录音室的时候，我是制作人叫我唱什么，那我就唱什么这样子。可是，在起点的时候，我是进去我已经准备好我要怎么唱。然后我就直接进去唱给制作人听，这样子，就是你已经更知道自己现在要干嘛，然后要做什么这种感觉。然后也
因为可能想法也比较多了，所以就会可能跟吴飞一些讨论的环节这样子。哦、对、那如果跟吴飞讨论的时候，就是因为你们两个的音乐风格也不是说完全很雷同，那你觉得有什么就是激荡出最不同的火花过吗？其实蛮意外，因为我们可能私底下或者平时不是在音乐上的工作，我们就会吵吵闹闹。哦，对对对。可是，只是我们在讨论关于音乐或者舞台的时候，我们蛮认真的。然后，想另外一个模式、就是，对，就是默契也蛮好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想法很像，我们想要的舞台或者成效很像，所以就是我会提出一个，我想要这样这样这样，他就哦，跟我想要一样，然后我就好，那就这样子做。这样对，所以其实还蛮有默契的。对对对，然后就是。有一点就是我们可能在平时的工作或者宣传我们会哈哈很好笑这样子，对对对，可是一讨论关于舞台跟音乐我们是变很严肃，对，变另外一个人这样。今天信义传来主要来推荐的是 90s 科技家居的吸隔音板。吸隔音板顾名思义有吸收回音跟隔绝声音的功能。那它的特点，一，吸音可以吸收回音杂音，让声音更干净不被干扰，若需要录音录像，录制下来的作品也会更完整。接下来呢，就是隔音，除了可以阻隔外面的噪音传入，也能防止琴声传导到隔壁，避免互相影响，也能更放松的安心练琴。那第三点呢，就是美观，除了可以改善声音困扰，吸音隔音板的外形非常的漂亮时尚，有不同风格颜色可以搭配，视觉效果也会更加的温馨温暖。除了美观之外，接下来呢，它的特点就是非常的容易清洁，非波浪造型，所以不易卡脏污灰尘，也不会有脆化掉屑导致过敏的问题。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安全防验，商品通过无甲醛防验标准，品质有保障。若想了解更多资讯，欢迎上 90s 科技家居官网查看哦。那刚刚有说你们对舞台的想法都很像嘛，那你觉得有比较不像的地方吗？就你们两个不太一样的，可能是个性或者是有些地方，音乐风格上我们的怎么了？是不是地震？有好，没事、我都没有感觉到好，没事 ，OK， 我们性格很像，比较不像啊，我想一下啊，比较不像，对对对，或者就是各方面，你们可能觉得，其实有不太像的地方，还是其实都很像？我想一下、啊，不太像哦、啊，应该是。没关系，可以想一下，顺便等地震晃完，可以等一下。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因为每次上访问，人家都会问你们很像的地方，對對對，不像，不像。我真的出了一个大难题，对哦，大难题耶。没关系，这一小段可以先小小剪掉，没关系。哈 ，Oh no， 我真的想不到我觉得应该是应该是我觉得是照顾自己的身体吧。哦，真的，我虽然也没有很会照顾自己的身体，但相对起来我比较好一点点。像其实我们在合作的过程中，就是他有问我要怎么保护声带。对对对，然后我就教他，他就哈好麻烦哦就是然后他问了，然后他又不做那他下次问的时候，我就会说：“那你问干嘛？你又没做。”这样，对，他比较不会这个。所以他比较你起来更不会去照顾自己的身体，对对对，这样子。對那要怎么保护声带？我也蛮好奇的。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是表演的那一天，我就会喝温水。对，平时可以没关系，可是表演的那一天我会喝温水。对对对，然后表演前就不大喊大叫。然后少熬夜。那有真的是上台前然后可能大感冒，或是真的突然声音很崩？有其实这个东西很少人知道，我森林之王总决赛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小感冒了啊。对对对，就是其实如果仔细听的话会觉得我比平时鼻音更重，因为其实我已经小感冒。然后其实也有一些人发现，可是很少，是我在颁完奖的那一刻在台上狂打喷嚏哦，才让别人发现。对对对，那时候怎么办？是狂喝福茂热饮吗？还是就是怎么？因为你就觉得自己可能快要很驚了，那要怎么样缓解这个感冒不舒服？没有的，因为
感冒你也不可能当下吃什么然后立刻好、嗯、对，然后我就没办法，就是顶着，就是顶着、哦、对不对，就是只能硬撑过去、就是、对，就是想我在感冒我还可以怎样把那个高音唱好这样。 嗯，那蛮好奇，就是刚刚有讲到起点嘛，还没讲完，然后起点这首歌在录制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很有趣的事情可以分享的？嗯，你觉得蛮特别或者蛮有趣，蛮录音的时候，或是你们在讨论要怎么呈现这首歌的时候？录音的时候其实蛮正常的，我觉得有趣的时候反而是拍 MV 的时候吧。啊、哦，嗯，对对对，为什么？是因为就是打打闹闹啊，还是不是？因为我们太熟了。Oh. 然后对到眼的时候就会笑场，笑了好几次。那感觉应该是蛮难的，就是如果是要很认真、很深情的这样凝视。对，然后我就说：“嘿，开玩笑，专业专业 ，OK， 我们才是艺人这样子。”然后我就撳了一条，然后他没撳好、嗯，然后到最后导演就说：“好，那没关系，你们不要对眼好了。哦”所以后来就没对眼的啊、哦。所以原来是有这个小故事在背后的。OK， 那除了起点之外，我还有另外一首歌，蛮好奇的是《乌云日记》。蛮想知道《乌云日记》这首歌背后创作的故事是什么？为什么会想要写这一首歌？其实《乌云日记》那时候我听到 demo 的时候，我就立刻画了一张图画给我的制作人、哦、因为其实那时是我觉得应该是我在台湾最低潮的时候、哦、就是最难过的时候、哦、对，然后我那时是看所有人都觉得每个人都光鲜亮丽、嗯、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头上是乌云、哦、对，就是觉得为什么每个人都好，只有我一个人不好。为什么会突然有这样子的感受？那阵子可能是压力太大，压力太大，或者是太累，或者是太想家人，哦、对对对，就可能是所有的东西也没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可能就最后一根稻草这样子吧，就是好像所有的东西突然间压着我这样子，然后就一直觉得怎么会这样，每个人都那么好，是我太衰吗？怎么会这样，老天是不爱我什么的这个感觉，然后我就画了一张图下来、就是每个人都是身边是太阳啊什么，然后我是乌云、然后突然间蹦，这么有一个不懂为什么有一个想法，就是哎，我的乌云上面会不会其实有一个小太阳、哦、会不会其实我拨开它我就看到那个太阳了这样子、对，所以这就是你当初面对你自己心里面乌云你有多了这个看法。对对对，那你在面对低潮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曾经帮助过你觉得最深的一个人或是一首歌，也或许是一句话？歌的话肯定是《乌云日记》，因为这首歌确实陪我过那一段时间。人话哦，我觉得是Summer 姐吧，就是我的经纪人。就是其实那个时候我变，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对自己蛮有信心的人，就是蛮自信的一个人。可是那段时间我突然间变得很没有自信，可能是太多的话在我的旁边。对。然后Summer 姐就有一天突然间传了信息给我，对，反正就很长，但有一句话里面就是我没有要你每一次都冠军、我只要看到你努力就好。好棒的一句话、哦、对，然后那时候我听了我是爆哭，因为我觉得就是原来不是我不一定要让自己完美，我其实只要努力就好、对对，因为可能你给你自己的就是压力太大。对对对，那刚刚有讲到你说你很想家的部分、那因为后来又遇到 COVID 嘛，那这样的话会让你觉得就是会觉得说啊很痛苦都回不了家，就是离乡背景的这种痛苦后来是怎么排除的？是到最近才比较好吗？其实那段时间也蛮就是觉得啊怎么我一发片就遇到这样的状况、就是啊很多十多场校园取消，然后就觉得好像少了很多宣传机会，然后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呢、这样子。然后其实那段时间也没有怎样，就是反正就是自己在家，然后继续练歌运动让自己进步这样子。然后近期比较好一点是因为也是因为参加全明星后开始比较忙，然后陆续发很多新歌让自己忙起来。因为我是属于忙的时候就不会 想太多事情的那种人。对对对对对，跟我一样。那这样不能回家会很痛苦吗？就是疫情的时候其实超痛苦。
其实那时候蛮难过的，因为自己在家，然后又没有事情做。如果有工作就还好，可是那时候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又没有了工作，那时就真的蛮想家的。对，那当初来台湾，就是可能刚到台湾的时候，有觉得什么最不适应的地方吗？就可能跟马来西亚最不一样。我觉得是天气跟食物吧。哦，天气是因为我没有去过马来西亚，蛮好奇，就是马来西亚的天气跟台湾有什么？因为马来西亚365天都是像现在的台湾这样子。哦，是说很热吗？对、就是、对 对, 對、啊。然后但是到这边的时候就会有转夏天、转秋天，然后什么冬天就对，然后台北又很常阴雨绵绵的，就是一直下雨。对，然后就一开始比较没有办法适应，而且因为我超怕冷。所以就是这里比较不能适应。对对对。那后来是怎么就是慢慢调试自己的心态？因为我觉得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会有点人生地不熟，很害怕的感觉。那是怎么调试自己的心态？其实我是跟我自己讲，我以前是因为我以前在马来西亚就是爸爸妈妈的保护，可是我来这边后我其实就一直跟我自己讲，我现在是一个人了，我没有人可以依靠的。你就是要走下去，你就是要长大，没有人会帮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有义务要帮你做这个做那个，对对对，我就是要自己走，还是要靠自己。对对对，而且这个是我自己选的路，是我自己要来这里，对对，那我就要毅然决然的去做，对，就是这是我选的路，我跪着我都要走完，这样子。对对对对，这句话好棒。对，那时候待在家很无聊的时候，疫情期间，会想说，上网查一下。就是可能艾薇这两个字嘛，因为我其实都蛮好奇艺人会不会自己在家的时候会上网查自己的相关的评论。会啊会啊，其实会啊。对，其实我到现在还是会，而且到现在偶尔我还是会看回我在森林之王比赛的舞台之类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偶尔一段时间回去看又会觉得有不一样的感触嘛。对，然后就觉得我以前是这样的，之前是这样啊，然后就有点那种找到初心的感觉，这样。对对对对，那你搜艾薇这两个字的时候，你觉得也不是你觉得，就是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有没有最常出现的关键字？最常出现艾薇现场哦，真哦，所以大家是很好奇你的现场状况。对，应该是吧。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蛮好笑的一个我在一个商演，然后有一个歌迷他就录了一段我的 Cool With That 这首歌的海豚音高音的部分，他就放上去，然后我觉得很好笑是那个标题，他说艾薇啊啊啊啊啊啊上去了，太扯了。我好像有看到这个，我好像对这个影片有印象。我觉得那个标题下得很好，大家都想按进去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好笑。我回去再听一次，回去再听一次。那因为网友就是可能都会有一些给你的评价或评论什么的，那你会很害怕被定型吗？就是因为你在森林之王，你可能就是以高音或是肺活量很惊人为主，对，或者人家说你爆发力很强，那你会觉得说可能网友会觉得说那你就是要一直走高音这个路线，或者是就是这样子才像你之类的，你会很怕被别人定型吗？还是觉得不会害怕？我觉得其实还好，因为我的专辑就是我第一张专辑，或者甚至我这两次发的单曲都蛮多不同的曲风的，就是不只有爆发，也有抒情这样，或者轻松，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有这个顾虑。然后我觉得如果就算被定好了，我觉得其实也还好，因为我可以就是大家就会可能提到撕裂或者提到爆发力就会想到我，这样我觉得也是一个特色吧，很像你的标签的感觉。对对对，而且就是后来你的越来越多首歌其实都往不同的方向走，就会让大家看到更多种面向的艾薇这样子。好，那就蛮好奇的想问说，那艾薇有没有什么可能别人误解你觉得最深的一件事情，但其实你可能不是别人想象的那样，不一定要是其实你的听众粉丝或者是网友们，可能是你身边的人，可能第一眼看到你觉得你是这样子的人，但其实你内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状态这样。我觉得是可能大家吧，外面或身边朋友还是家人还是歌迷朋友都可能会觉得我是一个很正能量很乐观，然后做所有事情都可以很潇洒还是什么，可是其实我内心蛮柔弱的，对，只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要给大家看到这一面，而且我也想要
因为我其实从以前就觉得我想要当一个有影响力 的歌手，对，因为所以我想要分享正能量或者给大家力量，所以我比较想比较少讲关于这一方面的东西。然后其实我是一个我其实想做一个女强人还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女生都是比较感性的嘛，嗯，对，其实还是会，对，其实我自己每次在家的时候都会想蛮多的，对，会想东想西，然后觉得自己不够好，就可能我外表真的很自信，我在舞台上很自信，可是其实还是有时候会怀疑自己这样子，还是会有自己的，对，就是 想东想西啊的这样子的状态，所以我希望在听的观众朋友们就是好好疼你的妈妈还是另外一半还是姐姐，就是虽然你妈妈看起来可能是一个女强人还是怎么样，可是她还是有她小女生的时候，对，小女生的那一面，对，那在这边呢就要不免俗的，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小传统，想要问一件艾薇不为人知的事情，对，但这个事情也不一定要是什么很多大的秘密什么，只是你可能没有在外面可能跟别人说过。我可以先举个例子，像新月上次来的时候是说她会学狗叫，然后他就现场就是这样汪汪汪，学的超响，他就现场废了几声这样。我不为人知的，就是不太会跟，就是还没有什么在外面跟别人说过的，没有什么跟人家说过，哈哈，我好像没什么秘密，我想一下，小事情也可以，或是你其实有什么特殊？我小时候超坏蛋的，超坏蛋的吗？很皮是不是？超坏蛋，然后就是。狂跟妈妈吵架，然后很固执的一个很固执的一个小女孩，对，就叛逆时期的时候，超坏蛋的。我现在回想起来都想打一巴给我那个小时候。为什么小时候会这么皮啊？一开始说，因为我爸爸妈妈很保护我，所以他们会管我很多，对，就是管我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但我哥就可以做很多东西，对对对，因为他是男生还是，对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很不公平，然后我就很生气，我越生气我就越想叛逆，可能就比较不服输一点，对对对，所以小时候蛮常吵架跟家人，哦，好可爱，可是我觉得有一种很可爱的感觉。没有，就是没有真的很坏蛋那种，就是啊，真的很坏蛋，说小时候蛮常被爸爸妈妈打。对，真的吗？可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你的个性可能就比较比较就不服输啦，对，比较不服输，然后可能比较倔一点，就是小火球嘛，一个小火球，一团小火球的感觉，比较倔一点。OK， 好，那最后呢，我们会进行到我们快问快答的部分。嗯，对，然后呢，快问快答的部分呢，你就依照你的第一直觉告诉我们你的心里面的答案就好。好，好，第一题，如果家人来台湾玩，会推荐他们什么必吃的台湾食物？哦，快问快答。想不出来。可是你觉得哦，一定要吃的之类的。哦，石头火锅还是什么火锅？就是石头火锅，就是跟一般的火锅不一样的，它的那个比较那个容器比较不一样的。对，我也很少吃，可是我每次吃的时候都觉得很好吃。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是不敢吃的台湾食物？鸭血哦，鸭血，真的假的？鸭血好好吃哦！你知道我一个朋友，就是那时我第一次碰到鸭血，他们就跟我说，这个吃起来像布丁。我就哦，怎么可能？对，我就哦，怎么可能？火锅里面的东西或者麻辣会有布丁？我一吃一口，受不了，没吃过，我就直接瞪我朋友，谁说像布丁？这样，我就布丁怎么？哦，怎么可能是布丁？然后我从此以后我就吃了那一小口，我从此以后就不吃。所以马来西亚没有就是这种东西吗？鸭血这种好像没有哎、欸。对，真的口感很特殊。好 ，OK。味道也蛮特殊，其实就是咸的布丁，咸的布丁。OK， 好，那第二题，艾薇的内心里面，你觉得自己比较像哪一个星座？好，我觉得我就是很射手座，我就是很、就是确实就是射手座，对，就是内在跟外在都是射手座。好 ，OK， 那第三题，会游泳的爱犬不北和不会游泳的家人一起掉进海里，会先救谁？我家人其实也会哦，我爸好像不会，好，那我救家人。哦，不被游泳超厉害的、哦，真的假的？对，所以根本不用根本不用救他，他自己就可以游上去。对，说不定还可以帮你救你爸爸这样一起，但我爸太重了，咬不动。OK， 所以会选择就不会游泳的家人。好，下一题，
艾薇学过最难讲的一句台语是什么？可是因为台语跟马来西亚的福建话其实蛮像的，所以我其实从小对已经有接触福建话，所以好像没有特别难的台语还是之类的。那中文呢？中文有没有自己觉得哦，讲起来好，就是很难发音之类的？很多，超多。例如什么？例如可能是谁。谁？对，这太难了。谁？你说这个字谁？对，太难了。就是我会觉得我的舌头跟我的脑跟我的嘴巴没有办法。连不上。对，我。就是我讲每次讲那个字的时候，我要很先在口里面就是放好我的舌头，我才可以谁这样。所以是那个 A 很难发音。不是，我也不知道。总之，我就觉得很难。这个字特别难念，这样。对。然后又很常用到，所以就很痛苦。对。好，小可以谁？我们可以一起念一次谁？好，谁？好 ，skip。好，跳过，跳过。好，下一题。那如果下面有三个选项让你选，请问你会选哪一个？第一个，长高10公分。第二个瘦10公斤，第三个少10岁。哦，那当然是少10岁。哦，回到最年就是10岁，就是回到比较青春年华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对我的身高跟体重都还好，就是虽然就是人家会讲矮还是什么，可是我觉得好，这就是我妈妈生下来的我，对对对，我就这样。然后我觉得少十岁的话，哇，我可以从14岁开始再拼过，这个年纪超很赞哦，对。对，而且就是最就是刚好人生中就感觉这是一个就是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年纪，就比较肆无忌惮，比较没有烦恼。对、那个、童年的时候 OK 好，所以少10岁、好，那请问下一题，艾薇的人生清单必做的第一项会是什么？撇除事业的话，就是那种撇除站在小巨蛋啊什么那种，我觉得是那个高空弹跳吧。哦，还是对，就是当跳下来，对对对，我觉得一定会很爽，很不同的感觉。这样难道不会害怕吗？就觉得很可怕？我觉得一定很刺激，一定很刺激。对，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刺激的人。极限运动，对，都会喜欢，都想去玩玩看。那你目前有想到说哪一个要去想去哪个国家玩高空弹跳吗？有想法吗？不知道，我觉得只要可以玩就好。哦，不，在台湾也可以，只要可以体验到就行。在哪里玩都可以。OK， 好，那下一题。艾薇的马来西亚必吃美食第一样会是什么？哇，马来西亚太第一样太多了。对，我下次去的时候可以让我当参考。太多了，第一样哦。就是你觉得真的非常道地很好吃的那种。好，巴古迪吧，肉骨茶。好，肉骨茶。就一定要吃这样。所以平常自己在马来西亚就会吃肉骨。就会吃肉骨茶，很长啊，超长啊。好，我下次去的时候会把这个记起来。没有，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我们还有椰浆饭，还有拉沙，还有咖喱，还有印度煎饼，还有好多。我知道椰浆饭很好吃，我有听说。我们有太多食物很好吃。好，下次去我会记得，我谨记在心，因为我还没去过马来西亚，我希望下次可以去。对，好，那下一题。艾薇的人生歌单第一首会推荐给大家什么歌？你自己的人生歌单，你觉得说这首一定要听，可能对你影响很深，或是你很喜欢的歌？我觉得《失踪前幸福》吧。哦、oh. ，因为就是好，可能很多人认识我，就是可能比较旧的粉丝好，他们认识我是在《神灵之王》，可是比较新的粉丝，大家认识我好像是在《失踪前幸福》。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也很感谢有《失踪前幸福》这首歌，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对。那偷偷跟艾薇说，就是我我2年前失恋的时候听的就是《失踪前幸福》。真的吗？真的，我还把它打在我的那个 IG 小帐里面，我就说我失恋的时候都配艾薇的这一首歌。谢谢。对，真的是人生必听歌单。好，那最后一题。艾薇最近所发布的这些新歌里面，还有上一张专辑《爱》里面，觉得最能代表2022年的自己的一首歌，能代表2022对，最能代表2022年自己的一首歌，你觉得是哪一首？最能代表，嗯，我觉得是《乌云日记》吧。哦，还是《乌云日记》？对，因为可能是我自己经历了这一段过程，就是
我自己经历了把我头上的乌云拨开，然后重新从洞里爬出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最能代表2022的我。那今天呢，非常谢谢艾薇能够来上节目，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访谈，对，很好，就很好玩，很有趣。那想问艾薇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宣传的事情？我其实最近在筹备着我的第二张专辑，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期待。那在新歌出来之前，大家可以先听我最近刚发的歌，叫做《悲伤的五个步骤》，然后这首歌是采用one take 的，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样子。对，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艾薇。谢谢谢谢。然后在节目的最后，希望艾薇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说拜拜，然后我们就下星期再见。谢谢大家收听，拜拜，我是艾薇。拜拜，谢谢 cosine， 谢谢。拜拜。如果喜欢我们信义从爱读的内容，不要忘记留下五星好评，也可以上 FB 跟 IG 搜寻存在音乐，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及时私讯我们哦。能否快转悲伤的五个步骤，直到最后一步是接受，让我终于宽容没有你的生活。可惜我还处在沮丧的尽头，刚才经过失败的恳求，真的很不懂我做错了什么。走在第一次牵手那个路口，橘红的日落催促着我，什么时候才要醒来练习一个人过。再说如今这不合时宜的脆弱，也到了画下句点的段落，下一个关口我能否当一次收获。再说之后这无与名状的哀愁，总会从时间的墙上剥落，下一次感动我能否再一次为爱奔走。愤怒过了前两个步骤，原来要这么痛，高估了自己的勇气，还在中选择放弃。在未尽的故事里还有很多期待都成为了遗憾，我们编织着的那些梦不愿的散开。走在第一次拥抱那个沙滩，画着当初画下的图案，我看着海里的倒影，仿佛你一直在。别哭，如今这不合时宜的脆弱，也到了画下句点的段落，下一个关口我选择当一次收获。别哭，之后却无以名状的哀愁，总会从世界的墙上剥落，下一次感动我值得再一次为爱奔走。